大家好，我是小公。看看这两只狗啊，被我放到仓库里面养了，感觉这两天吃胖了呀。你看看那只画的，吃的好胖啊！一个盆让他们在一个盆里面吃，这样吃的会更香一点。看看这个狗粮，他们都抢着吃啊，都给吃的一干二净的啊，一粒都不剩。这些小奶狗、流浪狗啊，就是好养啊，什么都吃，跟小猪子一样啊。这个盆都被他们舔的好干净啊，都不用洗盆了。吃好饭，我把小狗子放到笼子里面了。哎呀，结果他们的啊狗妈妈就在楼底下啊使劲的吠啊，感觉特别担心他的小幼崽，因为他的小崽子在里面叫嘛。这个狗妈妈在底下叫，狗妈妈都跑进来了。看看这狗平时都不出来的，这次听到小狗崽们叫了就跑进来了啊。在底下喊他家的小狗子了，估计这狗妈妈特别担心，不知道这小狗在上面怎么搞的，老是一直叫啊。这个狗从来不进我的仓库这里面的啊，今天听到小狗子叫了啊，估计非常的担心啊。你看看在底下一直在这叫，感觉非常的着急啊。他两个小狗刚吃完饭就放到笼里面了，他俩都不安生啊，就一个劲的叫，把狗妈妈都引来了。好吧，我来帮你们逮出去给狗妈妈吧。我给狗妈妈看一眼，估计她会很担心的啊。我把这个狗带下来了啊，我给它放到这个狗妈妈的领地上啊，看看狗妈妈给跑过来。哎，你看看这小狗子都跑回来了啊，感觉还是跟我亲啊，养了两天还没白养，嘴着我撵啊。你应该去看看你的妈妈，你的妈妈非常的担心你啊，你不能跑来跟我混啊。我感觉都不能养它了，再养它这个狗妈妈就伤心死了了。哎，你看看这狗妈妈在这睡着呢，感觉好难过的样子啊。我把小狗放到跟前了，它那个狗妈妈它不敢过来，因为有人在，这个狗妈妈还是比较胆小的。结果这小狗又跑过来又跟过来了啊，你看看。看这个小幼崽啊，四条小短腿跑得怪快了啊，不一会就跑到我身边了啊。别看这个狗妈妈一副不在意的样子啊，你离远了你看看它在干嘛，它在监视着我呢，要找一个时机把小狗给它带回去。所以呢，我就偷偷藏起来，看这个狗妈妈到底想干嘛，它是主要在观察我，看我走着了，然后它才去找它家的孩子。你看看我偷偷躲起来了，他跑过来了。这个狗妈妈真是爱之心切啊！你看看，偷偷的跑过来了，他知道我走了。这个狗特别的警惕啊，稍微有点动静，他就知道有人在旁边，就会跑掉。看看这个小幼狗啊，小幼崽跑到妈妈怀里面要吃奶了。看看我的手机，就一个微信的信息的响声，他都能听见啊，听到了就跑掉了。别看这狗妈妈，你看她都淡定的很，其实她内心都慌了一批啊。偷偷的拍她，你看看在给小狗喂奶呢，这小狗都趴到肚皮底下了。这个狗看到我了啊，马上它就要跑了。其实呢，我也不想靠近它们，但是呢，这个小狗太小了，如果我不看着的话，我又怕这个大狗给它带到哪来，到时候不安全。所以呢，我要跟着看着。你看看这大狗看到我了，这小狗子啊，没办法呀，只敢追他妈了。好了，这个小狗站在人生的十字路口啊，看看他是跟他妈还是跟着我。结果他选择了我，他妈也在那头看着他，我在这头看着他，结果他跑到我这边来了。在妈妈和我之间，他选择了我。我们这仓库的有人愿意领养这些小狗啊，我都给他们找过主人了，估计这两天他们就得抱走了啊，和我多待一会吧。好了，今天的视频就拍到这里吧，我们下期见，拜拜。